我们将引导建筑师去精心设计好的户型，鼓励企业去研发好的产品、好的材料、好的设备。我们也希望能够多行业的跨界协同，合力建造绿色、低碳、智能、安全的好房子，让群众啊能够住得健康、用得安全、方便。在新模式下呢，我也想，希望啊，现在的房地产企业能看到，今后要拼的是高质量，拼的是新科技，拼的是好服务。谁能抓住机遇转型发展，谁能为群众建设好房子、提供好服务，谁就能有市场，谁就能有发展，谁就能有未来。